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他什么样你都喜欢。为什么偏偏是我啊？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你就是最特别、最不一样的那一个，是我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。你明明知道我爱他，他只是一碗能让你重见光明的药。我追寻了这么久，在这么多世代遇到他，你别过来！可以把我吃了吗？可以，等到你爱上我的时候，我相信我爱的女孩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，她会穿着七彩的嫁衣，比彩虹还美。到时候我们一起走遍这个世界，一起过完这一生。答应我，永远不要分开。